叫做 Winka，W-I-N-K-A，Winka。咁咧，今日中秋節咧，喺度同大家見面，帶咗數首歌俾大家，咁希望你哋會中意。第一首歌送俾你哋，當你。
生命。
那些你很冒险的梦。好，今日最后一首林俊杰的歌啦。呢一首歌咧都系最近佢新出的歌，虽然都可能有段时间啦已经，但系咧我自己系非常之中意呢一类型的歌曲，咁都好想喺度带俾你哋。Hey
8天。好，咁咧跟住之後咧，呢首係廣東話歌啦。呢首歌咧係雨菲嘅歌嚟嘅。點解會唱呢首歌咧？係因為我自己本身都非常之中意呢首歌啦，而且呢一個班底一定會揀嘅一首歌嚟嘅。咁所以咧，今次咧就帶咗呢首歌俾你哋，送俾你哋，送俾你哋。送俾你哋告白。
你哋告白。好，咁啊，跟住咧。呢首歌咧送俾你哋，系张惠妹嘅歌嚟嘅，希望你哋同我一齐喐啦，送俾你哋 ，Bad Boy。
鼓手都是叫 Kevin。最后我自己啦，我自己呢就是 Winka， 系啦 ，WINKA。大家如果咧想追踪我的动态，其实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嘅。咁我的 Instagram 咧就是 Winka 啦，咁啊 WINKA 就会找到我噶啦，认住我的样子，找不到唔紧要，大家可以去翻。商場的 IG account 裡面會找到我的了，就會也很開心可以在這裡帶不同的歌給你們啦。其實今天除了帶這麼多首 cover 之外呢，最尾最尾最尾我會帶自己的歌給大家的，希望大家不要走開，繼續在這裡聽啦。跟著這首歌呢是最近我自己翻唱歌裡面最喜歡的一首歌來的。這首歌呢他原唱是 FIR 的，最近 Busking 都一定會唱，比較 groovy 一點的，希望大家會喜歡。送給你們斷崖灣，可不可以在我唱之前給你掌聲？很得意的那個 top 的公仔。I'm sorry.
友啦 ，Hello， 咦，其實上面係睇到我嘅，我仲以為睇唔到添，好，好，咁跟住呢首歌咧，都係一首比較，其實今日我唱嘅每一首歌對我嚟講咧意義都好重大，咁所以我先至會想同大家 share， 咁咧呢一首歌咧係孫燕姿嘅歌嚟嘅。如果聽完覺得好聽，可唔可以大力大力咁樣拍手掌啊？因為你哋嘅掌聲係令到我會繼續有動力去唱嘅。想再去抵抗，面对希望，你这么
可唔可以再多啲嘢掌聲啊？好，多謝。好，咁跟住呢首歌呢，我自己眯埋眼都識唱，同埋我諗過你眯埋眼都識彈㗎，因為我同佢哋一齊叫做可能真係全職去玩音樂啦，差唔多可能係兩年啦，接近。咁我哋呢兩年入面呢，係每一個 show、每一次嘅 busking、每一次嘅演出都一定會有嘅歌嚟嘅，送俾大家。我哋俾埋。只知道我在想。
時間過得咁快，話咁快咧，剩翻兩首歌啊！咁咧頭先有講過會帶自己嘅歌俾大家啦，咁啊唱多一首 cover 嘅歌咧，就送自己嘅歌俾大家。咁啊，跟住又送俾你呢一首歌咧，係都係 Jam 嘅歌嚟嘅，好唔好？
咁啊，都係自己嘅故事啦。咁但係我每次介紹呢一首歌咧，都會介紹得好一塌糊塗咁，所以我好想咧就係、是、可能你哋去細味一下個歌詞，睇下係咪你哋都經歷緊嘅故事。呢首歌係廣東話歌嚟嘅，飲啖水先。係啦，亦都好希望就係你哋可以花多3至4分鐘聽我呢一首原創嘅歌，因為呢首歌係真係好重好大意義，而且我好希望就係我自己嘅歌大家都會中意，所以送俾你哋《夢明》。希望我哋
會中意呢一首歌，呢首係我嘅歌，我嘅原創歌係我哋嘅原創歌，送俾你哋無名。希望下次再見啦，拜拜！我叫做 Winka， 記得喺 IG follow 我啦 ，WINKA， 拜拜。